Thank you. はい、どうぞ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はい。今日是来到名古屋的第三日，那我们现在已经来到名古屋城了。那你现在看到右边这个大天守，它左边这个就是小天守。其实名古屋城在日本被誉为三大城之一，其余还有两座，一个是基路城和熊本城。刚才你看到最大座的那个叫做天守阁，在大天守顶楼你会看到两个金色好像条鱼的，其实是金虎嚟嘅，咁金虎咧係龍頭魚身，佢通常會起喺啲建築嘅橫梁上面，因為佢哋係被譽為可以滅火嘅神物嚟嘅。咁呢成個名古屋城咧，其實就係喺關原合戰之後，德川家康佢哋得到霸權之後起成嘅。不過喺二次世界大戰咧，呢度已經炸咗一大半噶啦，之後好多都係再重建翻嘅啫。嗱，呢個就係啱先我講嘅金虎啦，龍頭魚身，魚字邊加個虎字，佢係意味住去火咁解，唔係唔好諗歪啊，係真係除火啊，即係火燭嗰啲火嚟噶。人大橋你聽得多啊？呢個係六人大橋，而且係專貨當時貴族嘅女性用嘅。前面三個，後面三個 ，total 六個。個龍咁細，坐得舒服咩？如果當時的將軍他們是穿這麼大件衣服的話，他們以前來說真的很小碌，你想想如果對於現在的我，我跟他拼在一起，起碼大他一個頭。等我又拉一下先。都有30多，啱先我見一個鬼佬拉得個30啫。咁我哋行完大天守之後咧，依家去本院御殿啦。咁啱先喺自動販賣機買杯茶，哇，熱到辣口噶！日本人真係好細心。咁相比起大天守咧，佢哋所謂嘅御殿咧係細間好多，而且頂籠都係得兩層嘅啫。咁呢啲咧，佢哋係攞嚟住嘅，大將軍住嘅地方。咁入到嚟要除鞋嘅，除鞋先准上，臭鞋一堆。Hi, we have a shoebox inside. Oh, hi. Please. 多。Enter 你嗎？就54啦。唔好。翻自己對鞋入去先。55。所有嘢都已經俾佢哋收曬啦，空溜溜，連我相機嘅三腳架佢哋都要沒收啊！陰公。
因為佢每一間房咧都冇啲家私啊擺設喺入面，所以我哋乍眼睇落佢哋間間房都好似樣。不過你睇得出咧，佢哋嗰啲花紋係唔同嘅，所以你好清楚會估到邊啲係大將軍住，邊啲係佢啲妻妾住嘅地方。記住啊，呢度係唔俾用筆啦，唔俾用閃燈，係可以影相同拍片嘅，但唔準用閃燈，同埋唔準摸任何嘢啦，食嘢都唔得，好正常啦，係咪啊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其实啱啱走完个御殿咧，佢就有一个大嘅正方形嘅，其实佢唔系好大嘅，我估唔使估啦，十分钟内一定行得晒。不过睇下当时古代人嘅建筑，你可以睇得出佢哋对生活嘅嗰种品味嘅追求，真系唔弱噶。咁而家名古屋城咧，大致上已經行完噶啦。而家唞一唞就直接鏟去熱田神宮嗰度睇啦。好期待熱田神宮，因為我上網做資料搜集咧，熱田神宮係比名古屋城大好多。咁熱田神宮就係供奉日本三大名器草剃劍。我哋依家去睇下先看看。